你想不想把自己交给感性而非理性？不然把你交给我也可以。听说一秀小姐喜欢我，而且听说你也知道。我说了，你也不可能因此对她动摇啊。如果动摇了呢？尽可能不要再碰面，有不可避免的状况，那你就主动避开，我也会那么做。怎么办？原来我喜欢上你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未来戏剧台，绅士的品格。